大家好，所以这是爬到传说井八一的圣器圣。那这副基本上就利用前面的圣器降费，然后这些抽牌跟前期这些价值牌，然后来打前面。其实前面其实还蛮陡的，可是偏偏这副前期又要咬住，通常会有点痛苦。那这副也有带这个资深战地医生，所以你可以利用这张，然后利用这位圣器还有其他低费圣器。然后打一波这个补偿，然后顺便拿一点血。这是这张现在开始慢慢进入这个我们的圣骑牌组里了。然后这边有带一张虔诚的门生，就是因为后期你可以拿它来做节奏牌，所以其实还不错。其实这副我还蛮想带审判圣骑进来啊，不过看起来有点没鸽子，可能换某一张换成审判圣骑会再好一些些。物色内战。这副要求的东西其实有很多，就要抽到降圣器，要抽到圣器，要抽到治疗，然后曲线又要好。很快会对这张牌产生阴影了 他是有带这个的，有换吗？前来报道。于是游哥来了，哪有可能是暴夫或是救星加刀？刚先压手下，免得是一个一费 buff。有人叫医生吗？我的刀刃渴望复仇，请听吩咐，确认不误。这有违我们的理念。我要好好给你个教训。痛苦，莫瑞一世也太累了，平静啊，痛苦啊，老天，换我游哥 ，Oh no！ 前来报道，这有违我们的理念。你也装了个盾啊！我的刀刃渴望复仇。封口费要另外收。有点撤不起游哥，没有符啊！我被清算哦！我打得不好，我打得不好。
不会白白陷落。为了破碎之日，可以五，我打我下轮可以五加五。有可随机拿到牌，也会给到手上啊。应该灌三张在这个上面，因为他有一个，他有两张阿达欧。哎，神器，为什么把？我觉得他好像把事情弄得有点复杂。各两张好了，还有两张阿达欧吗？奇葩版面。换我射喽！愿圣光赐你平静。所以一个打在他身上，是因为他有一个射射，可能会把他射掉。不过可能也没关系啦。然后我需要留一个，我需要有一个东西死掉，然后我可以再让这个回来。我应该把另外一本书贴在那个依依身上吧，对。你这回不来了，你的阿达欧为什么不用啊？资金不足。我们会击退这些野蛮人。GG
前真门生节奏还是挺好的齁，赞赞。我们要留圣器憨儿，这个其实不急，这大也要留，那有可能是 token。OK， 这一加二是好起手。我应该我想要建立更多手下，如果他是 token 的话。如果是莫姑姑的话，我应该要先出。哇些！你想象以前这会变成35吗？好像差有点多。蝎子，这副蝎子拿的牌有点关键呢。这应该是灵气型效果吧，所以我后面拿到的圣器应该也会降分。红棉梯接，红棉梯。怎么可以光明 NT 这个，然后再五，也是你成长自己带的哦。他是大智佬，遇上大智佬，我们怕他这里打八，自己带也是成长，有可能是腐化德啊。沃德机率也挺高的。沃德的话，我们应该要光明体这张。这个可惜，这个神秘窃取医护兵没有嘲讽。OK， 没有打那个。找幸运币了。满身哦，七，人来报告，等一个回合，那个小下感觉起来是没啥问题啊。我这边还有扫把、伸缩包，他刚刚没有超载吗？好像九颗吧。我要想拿八、喔，神兽包拿八应该机遇蛮低的。神兽包如果拿那个，哎、欸，他是拿七哦、喔。法力、能量，我的同胞沉浸其中，好可爱。再打一张，下一张变一飞。斩花，干哦！加十，加四了吗？加斯他应该会挂、欸、因为没有腐化。全是武装。跟我想象不大一样。再打两张下一张又会变零费。这样会变零费吗？两个将不会哦、喔、好憨哦、喔。这也没有给嘲讽。赞，哈哈哈。